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大爱与闲观。现在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啊，大概我们可以从一些指标可以看得出来，譬如说是博物馆的图书馆，这个当然是一个文化的指标。另外一个医疗的一个指标，医院病床数，医师的品质素养等等，这是一回事。另外急救设备，譬如说 AED 啊，那个紧急心脏按摩器啊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在火车站、在公共场合都有啊。其实这真的是功德无量啊，会救了许许多多人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最有效的那样的一个治疗。而且现在的一个科技进步到它可以自动判读，所以你也不用说哎，这是哪一类的心律不整啊，它可以自动判读，然后该给的那样的一个电极的一个量，它也能够透过这个机器自己来做运作等等，你就把握住那个黄金时刻。另外一个也常碰到的一个状况，就是说有些看到这个不晓得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癫痫的一个发作，大发作。那这个大发作的时候，大家看起来会蛮紧张，因为口吐白沫、意识不清啊，脸色发白。那像这样情形的时候，又再加上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扭曲啊，大家会很害怕，害怕他呼吸道会有没有问题啊？会不会是造成舌头咬到啦、等等？所以有时候反倒会去做一些动作啊，譬如说塞一些东西进去啊，甚至于用手要去给他嘴巴稍微给他张开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，而且是错误的。这个发作时间事实上是很短，你让他平躺不是让他躺下来以后再侧躺。侧躺的结果就会使得我们吐出来的一个东西啊，在吸进去的一个机会会减少的一个结果，当然它慢慢的它就会恢复，抽动的情形会恢复以外，神志也会恢复，更重要是要找出它背后的这个原因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找出背后的原因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经科常常会说，这个不是心电图，这是脑电波、脑电图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配合着看他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个波形突然间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变的时候，这就代表癫痫发作大发作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。但是癫痫未必只有大发作，还有所谓的小发作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这个发作的情形有时候尤其是老师要特别注意啊，学生功课不好啊，理由很多，但是老师要负很大责任，这也是我们要深知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有时候是学生自己心绪没办法集中啊，譬如说过动，那这个过动儿的这个症状我们要了解，这个给他辅助性的一个帮忙会有作用的。另外就是说他常常就这样一分钟之内常常会思绪飘向远方，突然间跟这个思绪失联，跟这个世界失联的一个状况，这会发生，这是颞叶的癫痫。当然我们讲的这是拿来做例子啊，他有点在这个，你看你要跟他讲这个也很正经八百，很这个无趣的一些事情啊，常常当然他比较没办法专心啊，这是可以理解。但是明明这个其他同学都还蛮有兴趣的经验，他也是一样。不知道飘到哪里，不需要这样这个放空到哪里去的时候，这个还是要请医师来评估一下，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颞叶的这个癫痫发作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透过药物治疗，这个学习的障碍可以克服啊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也可能会改善。所以学习这是非常重要，学习障碍背后的原因，我们要更加注意的时候，让这个小朋友有成长的一个机会。好，学习啊，就希望功成名就啊，所以现代人呢，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职业啊，有一些大家尊重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行业能够进入是很好。以前很辛苦啊，一辈子要务农很辛苦，一辈子从事比较劳务的工作的时候，当然也很辛苦。不止他的小朋友也是。但是在中国的一个制度里面，有一个是其他地方相对比较没有，就是可以透过科举啊。
往上提升的这个结果，考试，这个非常不错。所以现在看到这个考试，这个是要进去报名的一个状况。考试的考场里面隔间呢，从隋朝到清朝，这个总共了1300年的岁月，科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举才方面发挥的功能很大，但是也怕他防弊啊，意思就是说作弊啊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天性啊，所以你要隔间隔得好，而且啊彼此之间啊这个都要隔离以外，要注意有没有带一些什么东西啊。那当时考生啊也是很多的情形啊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有没有可能有枪手啊？是啊，因为现在我们有准考证啊。准考证，这是网络上面有考试的准考证，类似它的范本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它都会有一张相片，名字、身份证号码等等，我们现在可以识别的很多，以前没有啊，哪有身份证啊，哪有什么相片啊？于是呢，这个当时就要把你的特征啊稍微写一下。于是这个考生就在他特征上面写一个什么微须啊，微须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他有留一点点胡子。有点胡子，结果一进去考试的时候，考官在门口一看到，把他挡下来说，说什么微须？你微须，你明明有胡须啊，怎么叫微须呢？这个考官就卖弄起他的一个知识，他就是说，为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啊，没有管仲，为就是没有，没有管仲，我们就糟糕，被胡人统治啊。所以你讲微须应该是没有胡须啊，啊，你有胡须，显然这个是不对。哇，这完蛋了，这个考生还好。也有两把刷子，他就说孟子说孔子啊，微服而过宋，微服而过宋，就到宋朝的时候，到宋国去的时候，哎，微服，一些类似微服出巡的意思啊，那是讲孔子没穿衣服吗？显然不是，所以微是表示简单的意思，有一点的意思啊，所以你看中国字啊，同样一个字可以有这个天差皇帝远这个。天地之别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，就我们要了解时空的背景。好，为一点点，我们给大家看，很不一点点，很多很多的。这是我们的肚子，这是正常的时候肚子的 X 光片了、啊。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际上X 光片的一个看的一个状况，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。这是正常的这 X 光片，我们可以不正常的地方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一个一个的那个相对的，就是。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正常我们看得到的这些部分，这是大肠的空气啊，这是小肠的空气啊，所以表示小肠整个胀大，一个70几岁一个男性病人肚子胀痛已经大概有2天左右的时间，所以伴随着胀痛慢慢也有点发烧的状况，而且肚子胀跟痛那个痛的频率也就越来越高，所以表示我们正常的时候大肠里面是有空气的，就是我们这里可以这边可以看到大肠的空气，这个看到反倒都是小肠的空气啊。所以正常的时候，这个大肠里面是有空气，小肠里面是不会有空气，而这个小肠怎么里面会有空气啊？那就是表示我们这肠子在吸收营养的一个过程中，它每个部位有它不同的一个功能。小肠这个地方最主要是。这个食物的这样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空气啊推推推，它会推往大肠那个地方去，所以小肠本身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空气存在的。食物的这样的一个结构，那么透过肠胃道的这样的一个蠕动，它就会往底下的地方送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我们的肠子当然它就小肠就不会有空气啊。可是这个就是空气有，所以给它做一个摄影，这是小肠的摄影。在经过大概120分钟的时候，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小肠里面还是有18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可以到达大肠的一个位置，表示它肠道是通的，但是有气无力啊。所以透过医疗的一个治疗，原来它是17年前开过胆囊的手术啊，所以造成局部的一个粘连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以后，就是给它放一个。鼻胃管，然后给他抗生素点滴的一个输液的一个治疗以后，他就得到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忙嘛，所以事实上就很快的一个时间之内，2天左右的时间，他就恢复成蛮不错的一个状况。所以看到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考试的情形啊，现在是考试是学生时代，长大以后也要有对自己提升的一个考试啊。感谢收看。